第一次被入手海线优质宅，还想十年免交管理费。房价节节攀升，对手头自备款不多的年轻人来说，买房似乎显得遥不可及。城丰建设为了满足人们对家的渴望，在海线清水蛋黄区推出新案青云富，以两房首付八万、三房首付十五万的低自备款，抢攻年轻首购族市场。该案坐落在三面临路的黄金角地，基地740坪，从主要干道中华路开车6分钟就能快速连接国道3号以及61号快速道路，交通十分便利。生活机能方面，车程3分钟可达清水第二市场，用餐机能都不用愁。而本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打出十年免管理费之后每月每坪30元的口号，到底为什么能给住户如此低廉的价格？我们做到一坪30块钱，我们采单哨，好，就早上8点到晚上8点，那早上8点就是收信，晚上你下班回来大概8点之前，好，就是也是取件之后，8点以后全部用整个云端监控，好，用入口的刷卡，包括电梯楼层的分动管理，好，这个部分来补充，还有包括地下室的部分，我们地下室1、2楼全部是平面车位。如果是机械车位，它必须要有耗电，包括它时间到了，它有一定的耗材。对，那所以我们是走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设计跟规划。公设单纯实用，还规划了住户专属的日光森林小花园，不用特别出门就可享受绿意。室内配备也不马虎，由于建案梁柱外露，扩大了室内空间，客厅空间方正。厨房配备樱花三机与系统厨具，浴室部分标配德瑞克卫浴，即便是两房房型也有双卫浴，贴心考量到每个小家庭的需求，且每间都有对外窗，增加通风性，规划十分人性化。